Sophie 干后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Into One， 我是 Into One 刘宇，我是 Into One 高清晨。我很期待，就是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期待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，不一样的夜晚，我觉得会有很多惊喜等着我们。哇，是吗？我很担心了，就是我的衣服特别考验我的身材，就是因为它是哦是的，空的，就是属于半真空的衣服，要期待一下它的，要期待整个身体造型啊什么什么，要时刻保持自己的状态吧。是的。当我第一眼看到 Valentino 的这个包包的时候，它要给我一种特别时尚特别经典的感觉，因为我的第一个这个 Valentino 的单品是一个 Loco 的手袋嘛，然后它是一个金色的 Valentino 的标志，然后我就非常喜欢，而且很百搭。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本身就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创造衣服的时候，我觉得很独一无二，然后就感觉不过是铆钉呀，或者他们的设计呀，感觉都很独特。就我觉得在很多做工作啊，或者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想着如何让别人记住是的你在去做这件事情，而不是你为了做这件事情而去做这件事情。你的出发点得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件事情让别人记住你。会啊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对于我们来说，Pink PP 系列穿在舞台上会非常的亮眼。不同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。因为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对这个系列非常感兴趣。对，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去着重，因为每一个系列都值得我们去喜欢。对，而且我们觉得这次的 Pink PP 这个颜色，我们觉得做出来的很惊喜，然后就是让我们很深刻，创新感很强吧，我觉得。对于我来说，它是经典。之后的计划就是，多多关注 Into One。对 ，Into One 会有一些更好的作品在等着和大家见面。是的。